机。可以找到六个 iBeacon， 然后它的 UUID 是 5AFF 开头的，现在把它改成 5BFF。5B。这是从 COMPORT 改的。OK， 找不到了 ，UID 已经换掉了。然后现在再把它改回 5AFF， Beacon。找到了，差不多是这样。Beacon 的输出也可以输出到 Terminal Model 去。